到全部的资料都有，等到全部的资料都有了以后，回到第一格做什么？等到资料都贴完了以后，回到第一格，把不要的删掉，哪个东西不要？对 ，next record 这个资料，这个功能变数第一格哦，功能变数要拿掉，好，不要忘了刚刚我们做的。所以当你把资料都贴完了毕以后，回到我们的第一格。当你把所有的资料都贴完毕以后，回到我们左上角的第一格，去把 next record 这个功能变数把它删掉，只有第一格才要删哦，后面都不用哦，就左上角这个第一格把它删掉，把这个功能变数删掉。好了，同学可以去看一下结果了，结果看一下有没有成功。检查一下数字有没有超过500，它的特价应该要超过500才对哦。好，最后请你把它完成合并好不好？最后请你把它完成合并。